晨光在街道打卡，落日向人间点灯，总有熟悉的风景陪你驶向幸福的小站。你好，台中！7月15到9月10号图文创作竞赛，现在拿起你的相机，把最美的台中拍下来，扫描影片的 QR code 进入活动官网。2017走读新台中公车上下的台中风景，立即线上参加，活动办法和奖励都在里面，记得把台中拍得美美的哦。把你的城市故事镶进明信片里，回忆传情享好礼。